法不上，等一下。脑袋炸炸！哎，不行！哎呀，又是这个人，完蛋！这个完蛋！完蛋！完蛋！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打他了。哎，再闪！哎，完美！我就跟你说，你除了这个盾牌，你没有盾。哎，再闪！哎，完美闪避！哎，完美 ！OK， 好，闪人，再回去调息一下好了。又完蛋了，没有完蛋，你的右哦，看着进展很慢哦。对啊，进展超慢。师傅要对吧？第一张的楼我打完了，对啊，我打完了。不过解酒石还是要拿，就是一起最好。好，那我就啊！调血，原来如此。右边都是石头、哦、啊！哎，它变了，哎，石头没了吗？石头，这边要往这边打，来。一颗球，一颗球，好，两颗球，两颗球，两颗球，好，好，最后一颗，完蛋了，最后一个要跳，要左转跳，再闪，哎、欸，没闪到，哎、欸、闪，哎、欸、可以可以，哎、欸、再闪，哎、欸，好，再闪，好定，好，可以完美，完美，打，打下去，好，磕头，哎、欸，谢谢你，好，真的是在磕头，好，打，再往前打，往前打，哎、欸。再重击摁下去，他是不是要出了，跑，炸！啊哈！喝水，慢慢喝，可以哦，没问题，等一下再去右边，好，快点，好，可以了哈，没了啊！有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急什么啦？哦，不应该急的啦！哦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找好，找他施法，然后等他打，好，石头，解锁，跳，好，哈，哈哈哈哈，好，下去之后立棍，立棍下去打施法，打完他施法，继续打，好，再打下去，好，再打，最后一滴。求求你了，最后一滴不要每次都最后一滴都这样哦！不要，我跟你拼！我的爸爸又来了啊！又是这个状况，最后一滴啊！今晚就是跳跳滚滚，但我没有气啊，主要是没有气啊。好滚哦，他又是这个哦，打，哎、啊，这样好，打到他施法，对，他要他施法啊，先跟个扣，好，打到他施法，好，往前滚打。哎呀，两个人没了，哦，不行，好，跳，好。跳，好，滚个屁！跳，好，你说的跳，好，跳，滚个屁！第三下一定会错过，好不好？滚！好，最后一下要跳，哎呀，好，有了，会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会了，大家我会躲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会躲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叮叮叮，好，可以，继续打，打。好，可以了吧？满意了吗？跳，滚，这个那个滚，到第三个滚，他就是会被电到啊！如果三局过，请我去日本玩。等一下，刚刚那一把不上，等一下。哦，好，你说的啊、哦。好，三局过，请我去日本玩。好，我先不下播。各位，赶快有攻略的赶快交出来，各位。有什么攻略的都交出来，先分身术再定身法哦，可以，只出机票钱，好，没问题，看一下啊、哦、看来你对我还是有信心嘛，补了一句，好，我现在先不看了，一个骷髅的病鬼，三招，好，他应该会有三招，好，闪，好，哇，没闪到，好，往前应该可以往前打，完蛋，有点难哎、欸，好，再打，
但不行不行，有点那、啊、有点难，有点难，有点难，打他。完蛋完蛋完蛋，喝水。哎、啊，完蛋完蛋，不行不行，第一把不然就这样没了。喝水喝水水，快喝水。好，定身术。好，生化生法，生化生法，生化生法。好，定他，好定，打，全部人去打，打屁呀、啊，打，求你们了，打下去，好打下去，打，不要再来了，打下去，给他磕头，哎磕头，好可以打，都让他施法，定生化生法，打，好闪，好打，好闪，好不要让他踢我，好，完蛋，你说这里吧，这要用什么？没办法，用地缝柱啊，地缝柱用不了。完蛋，他要干嘛？哦，不行，太难了，哎呀！哦，打，技能狂用，我要跟你拼了，别让他踢到我。好，完蛋，没技能了，完蛋，怎么办？哎，完蛋，我被他踢到。哦，哇靠！我知道你意思了，赶快起来，闪，好，好，看清楚，好不熟啊，我刚刚太不熟了，喂、欸，好打，闪，好再闪，好再闪，哎、欸，闪没打到，哎、欸，好，不管了，先给他一个立棍下去，打，快点打，下去，好，打，管制，好闪 ，OK， 好，完蛋，白痴，不对，他同时也在用这个东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情况不妙，管制白用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哦，不行，我被打到十招，被打到十砖，哦，完蛋，太难了。不行，太难！他二阶段到底是什么时候？哦、欸，不行，好难啊！打不赢了。你刚刚差点要去查机票价格了，何苦回来？好。哎、欸，完蛋，我瘫了。完蛋。好。打他没问题。哎、欸，有问题，有好闪，哎、欸，不行，好，进分。哦，这个还需要一点时间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去旁边喝水。晋升，好，可以改，全部人都去打他，哎、欸，听我的指令，哎、欸，好，听我的定，哎、欸，立棍，打完他施招，好，我再往前，好，打他，全部人都去打他，全部人快点打他，全部人打他，给他磕头，好，可以，全部人再去打他，不要再发呆了，全部人了。不要再掏心水了，其他人，好，可以闪，好再闪，闪，好，再闪，好闪，来喽，他来了是吧？好，哎、欸，不行，再闪，好再闪，哎、欸，闪不过，哎、欸，再闪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完美，喝水，哎、欸，闪，不要再给他踢到，哎、欸，闪，我不要再给他踢到。哦，而且啊，我给他踢到了！哇靠！我气死！我竟然给他踢到了！等下，不要再给他踢到了！闪！你说这个时候吗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怎么还有这个东西？哦！这打得到他吗？完蛋了！闪！好，可以打他。打！他定风珠到底什么时候要用？可不可以有人告诉我定风珠什么时候要用？我为什么要定它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定它了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定风珠怎么用？什么时候要用定风珠？完蛋！这个时候吗？用！好，可以用了！哎，我知道什么时候用定风珠了，哦，可是没有技能哎，为什么会没有技能？到底什么时候要技能？我旁边管制，哎，管制，靠你了！管制，我机票钱靠你了！管制，很重要！管制，你懂得，管制，
管这好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没有魔哎、欸，上上上，好好上好，完蛋哎、欸，好好好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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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上最后一滴，最后一滴又是他妈妈的最后一滴啦，滴这最后一滴血，最后一滴血，最后一滴。等一下，耳机掉，好，耳机掉，耳机掉，耳机掉。完蛋，听不到声音了，耳机掉了，完蛋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大圣根基，还有师傅的脑袋，就位在这黄蜂谷底。耶！我终于可以出门了！耶、！谢各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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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我们各位，两次就打完了，哎，谢谢各位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看看故事，等一下再来聊。怎么会有飞机引擎的声音啊？眼看喜，我眼看喜，耳听也喜，怎么办？我现在看什么都很喜。谢各位，我可是两次就打败我们黄蜂大王的人呢，八次五先锋，两次黄蜂大王啊！哦噜噜。